碰到这样题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挺酸楚，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模式是这样一种模式啊？是要将就凑合，我一辈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其实算了，我这个就这样了，还是说我活一回自己？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简单，就看敢不敢下决心，活一回自己就是走啊。你对他好，你就追求他嘛，你重新开始一段婚姻生活也无所谓嘛。我们这重新开始不一定说你要嫁给别的男人，可能就这男人重新开始追嘛，把这日子重新来，而不是说将就凑合。现在这个将就凑合害了太多的人，我不是说让你们一定离婚啊，而是说重新反省一下这36年的婚姻，你们到底后悔不后悔？为什么不后悔？后悔又在哪儿？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今天来这个舞台，感谢几位老师的指点。说句心里话，老伴儿，毕竟咱们两个30多年的夫妻了，风风雨雨都过来了。最关键的问题，咱们已经步入了少来夫妻老来伴的年龄。我恳求你，恳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以后会克制自己，控制好自己的感情，做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父亲，一个好爷爷，在家里边。我会让你以后生活的会好起来的。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话，因为每次吵完以后你都是这样。我还是考虑考虑吧，我决定还是想考虑考虑和你俩分手。别的了，还是回家吧。不行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到底应该怎么做啊？这是性格决定。有人的性格说忍了，有人说不能再忍了，叫觉醒。但是有的时候你觉醒不一定是对的，忍了又不一定是错的。这大概就是生活没有统一的标准的答案，其实还挺难的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 PPT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我们看这对老年夫妻他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，请开门。机会。